正念啦、啊、吼，除了是四念住以外吼，嘛有三念啦、啊、五念啦、啊、六念啦、啊、八念啦、啊、吼。三念的是佛法身吼，念佛、念法、念身。啊，而且这款念佛法身吼，啊，佫有分这人天圣的念法。啊，二圣的念法，还有菩萨对三宝的念法，层次不同，念法都不同。好，啊，而且三念以外，还有五念，五念就是搁想到哦，布施跟持戒。啊，那六念的时候，搁加一个哦，念天，啊，念天就是不。尽量卖下三恶道吼，堕入三恶道而念天吼。啊，那菩萨的念天吼，够一款的念法，就是念第一一天，第一义。哦，不是一般的天，就是第一义的天吼。所以第一义的天，就不是讲哦要生色界无色界，不是。念第一天，就是在心念上要超脱，要光明的意思。然后破相，入法性的意思，入佛性的意思。好，有六念哈，所以有三念佛法身，五念哦布施持戒哈，六念哈，念天哈，念升天哈，啊菩萨念天更特别哈，念第一天哈，超越。啊，够八念，八念就是够加一个无常念跟死念啊，念无常跟念死啊，啊，什么也要念死，因为死无常，那死吼嘛是，买四魔来对其中一款哦，死魔啊，啊，先来讲这个布施跟持戒哈，这两个比较起来哈。是持戒较难，哦，这两个比起来是持戒较难哦。即摆我有碰到一挂信众吼，因为伊是头家吼，啊，而且伊还佫饲某囝吼，啊，佮饲遐新罗吼，所以吼，在这个理财方面吼，还是经营方面，伊是。很会脑筋去经营啊，包括现在大量吼，迄个人的工资啊，加啊本材料本钱也加吼，啊而且吼，伊有法度模仿甲吼，甲人拢同款吼，外表拢同款啊，内底不一定啦吼，但是伊感觉这个价格上吼。便宜你足济，你就无多伊啊吼。你的啊，你的经济的很容易就被打垮了哈。所以很多商人哈，真正是哈会进脑子啊，真嘛哈。真嘛足济台湾的生意人哈，真正是哦，会进脑子的拼经济啊哈。但是我感觉修行人嘛是，就是讲吼，应该是愈修愈好的人吼，迄世间法会愈清楚啊。因为以佛智来讲吼，佛的智慧吼，第一是不离开世间法的，好，绝对袂二谛相违。所以一个修愈好的人吼，对这世间法应该是愈清楚较对的。问题就是讲，咱的心若还袂清以前吼，你的世间法可能就是纯世间法，无迄款地狱的成分伫个内底吼。哦，就纯粹是为着
为着要生活咧拼的吼。但是那修行人吼，修愈修愈清楚吼，伊的世间法应该是涵盖超越艺术体内底。啊，是安那那有一款差别，就是讲，这修行人吼，伊对这道理啦愈清楚，伊就愈袂颠倒。啊，愈袂颠倒吼，伊对这世间法，伊就愈看愈清楚。对是非善恶，伊会愈明。啊，愈明吼，伊伫这世间法上吼，伊就不是纯粹干那为着要趁钱尔，一定会晓分辨。分辨讲，我若要这个福报有够吼，到底是爱什么款福较好？啊，伊就会去思维啊，到底是有漏福好还是无漏福好？啊，安尼，您敢听我的意思？你照你讲，愈修愈好的人，伊对这世间法是愈清楚的。袂讲会讲，修到吼，啊对这世间的法吼，愈来愈唔捌，无啥可能安尼啦。哦，佛智都唔是安尼啊。佛智是啥？世间解有无？哦，十个名号内都有世间解，对吧？应该对这世间法应该愈来愈清楚较对，袂讲愈来愈无清楚的。所以那是愈修愈。愈离开世间法了，安尼是修了无啥对吼。但是问题是讲，你要对这世间愈清楚以前吼，心一定要愈清才会使，无愈清你分袂清的啊，明嘛，无明啊。吼，所以这个碰到这个信众吼。伊本身是做头家，啊，该顾家庭，无毋对。但是我这偶尔当中吼，我就问伊讲，啊，你敢食菜交钱吼？伊甲讲啊，事足歹势，就是即项我拢做袂到。好，啊，伊讲伊若要护持三宝伊个哦，做会出来哦。好，伊要布施护持三宝，伊做会出来哦。但是吼，伊花在经营上的时间哦，比修行上的时间长很多。安尼时阵吼，可能伊布施的迄款福是啥物福啊？有漏福，唔是无漏的啦。啊，有漏福吼是来得快吼，去的也会快的。啊，无漏福无共，无漏福吼是生生世世互你开袂了的。所以布施甲乞丐吼，依然是乞丐吼重于布施啊。哦，布施甲持戒来对吼，也是乞丐重于布施吼。宁愿吼钱唔免贪，唔是讲唔免贪啊济啦吼，就是讲你若较注重，你食菜爱食好清吼，迄款的方吼。都袂互你趁到遐艰苦，安尼，知影意思？你宁愿吼，你食好清，不管任何场合，你都食好清，反正你家袂使破就对啊。那已经食菜食到清哦，你千万都唔好去拖落去吼，一拖落去破戒，安尼麻烦啦，麻烦大。三宝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之所以伟大的是也界定会解脱。哦，所以你要为这为重，哦，你唔好破戒。哦，啊，你若这边会去注意到了吼，迄个福的来源的，你就免烦恼啊。啊，而且你慢慢吼费尽脑汁底下要那拼经济吼。因为人有人讲，人咧坐天咧桥哦，你都无，你都无多，哦，变伊啊因果啊，哎，安那。师傅，那像说我们是在家人对不对？我们这里吃素嘛，那我们家人还在吃荤嘛，那有些东西就剩下来，他们不吃了，那我们看着你怎么，那你怎么办？那些东西怎么办？到了。我们家，我妈妈做的多些。
有的可以做喷油啊，对啊，不是说一定要全部都吃吃了了啊。啊，但咱要洗腐是洗啥？你若是素食的，你都要洗腐，还要吃了。啊，吃醋那是不得已的吼，不得已的，你敢真正要搁甲吃落？摆到烂掉了，不行了，丢。其实咧，无好的物件吼，不要摆冰箱啊。迄摆遐磁场拢会摆个歹。是尽量厝内是吼，卖有车，愈无车愈好啦。愈清啊，迄规个环境会愈清。规环境清，你的心会对得清嘞，你敢知影？规环境若落，你的心会对得落嘞。你若讲啊，这唔好一直食这个物件，你要食这药会偷命，无啦。啊、真正会啊，真正会偷命，你咪假的呢？唔敢讲啦，我嘛是爱做。无啊，你唔敢讲，你都要讲个清楚。因为有足侪人，就是伊无迄个勇气讲个清楚，所以吼做代志拢无法度办。哦，那若讲真正爱人食素的，你着规气吼，大大方方，我这个就是纯素食店吼。哦安尼吼，你自然都爱食素的都会来。啊，但你唔敢用安尼，你用一个咖啡店吼，人食素的人伊唔知影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讲惊讲吼，我若讲用纯素的，无人要入来食。嗯，啊，我了，嘿，你着爱大大方方的，莫吼挂羊头卖狗肉。哦，你唔是讲啊我。我唔敢用素食店，因为我惊一般人吼，我都接受这素食，所以唔敢入来吃。你们惊我大大方方，我这个就素食店，安尼吼帮助想要食菜人，唔将我都知人入来吃。啊，无你挂咖啡店，人想啊，我入去咖啡店要创啥？安尼等到当一挂想要食菜人，我都入来。哎、欸，安尼你听我。就有那时啊，人个修行了智慧也开，你也愈清楚，你变啊做较好。我就是，哦，我就是食菜哦。我讲给恁知影，我就是食菜啊。恁莫坑我食醋的哦。啊，而且哦，你也要想要我会当煮醋给你食哦。安尼无较规气吼。安尼人无爱跟你做。无爱做，我来都不要紧，我愈清吼。还一个咧，你知影。你知影佛陀是安怎来个？这迄个衣钵穿落迄个袈裟尊者，你敢知？啊，人就是安尼啊，人就是会清啊，会清吼，毋知把迄个衣钵传给他，啊，无奈不爱穿落其他地主，奈无爱。所以爱了解这个戒吼，比。